谢谢大家今天来看，然后麻烦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让我欢迎活泼钟心凌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喜爱实验派，还有我们的李东升啊，加油！我是心凌，我是佩佳，我是秉爱，我是圈圈，哎，圈圈，我是 Darius 的好朋友。那 Darius 先跟大家说，哎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好不好看？超好看，谁最好看？每个都很会演，哎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来换你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耶、yeah, ！有吃蘑菇吗？这个也笑了，这个也笑了啊！谢谢大家来看我的婆婆怎么把圈圈搞丢了。如果大家喜欢，不喜欢也没关系，但帮我们分享出去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该哎，等一下问问看，应该有会有大合照，会有大合照，有，没有不喜欢的吧？会有大合照，佩佳。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哎嘿，哎，镜头会放大啦！那希望大家觉得好看的话，就帮我们多多宣传，然后哎，让大家更多人可以看到这部电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该我了，我是妈妈。啊，布兰特胜哈！有没有比电？有没有比电视好看？有。那有冰箱比冰箱好看吗？有。在电影上还蛮恐怖的，我就双下巴很大，大对不对？没有啊，就是一层楼而已。然后在这里也谢谢大家，就是现在因为过年忙完了，然后尤其是妈妈或是做媳妇婆婆的比较轻松一点点的，总算可以休息一下下。点没有，我也忙惊。哦，今天有点没忙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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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对。所以真的很高兴看到一家人这样子来看电影。那其实那时候我们想要就是从电视走到电影，其实我们也是有一点担心跟期待这样。然后很高兴这样的作品在过年跟大家见面，也是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就是开开心心的笑一笑，感觉是一个贺岁片，就是一个过年的仪式感，然后你就会开开心心过一整年。然后再次谢谢大家来看电影，谢谢。